下一个景点呢，就是 High Country Salmon。High Country Salmon。High Country Salmon。下一个景点呢，就是 High Country Salmon。下一个景点呢，就是 High Country Salmon。那因为纽西，那这里就是纽西兰自产的鲑鱼，这里就是纽西兰自产的鲑鱼。那这里就是纽西兰自产的鲑鱼，而且这里就是纽西兰自产的鲑鱼，而且都吃起来非常非常的新鲜。这里的鲑鱼都非常非常的新奇，这里的鲑鱼都非常非常的新鲜，因为这里是纽西兰自产的鲑鱼。在里面，你还可以用饲料喂鲑鱼，看起来非常。在里面，你还可以用饲料喂鲑鱼，还蛮特别的。你还可以用饲料，你在里面还可以用饲料来喂鲑鱼，还蛮特别的经验。那纽西兰呢？纽西兰的鲑鱼吃起来比较弹牙，比起台湾买到挪威鲑鱼，纽西兰的鲑鱼，纽西兰的鲑鱼，纽西兰的鲑鱼吃起来比较弹牙，比起台湾吃到大部分的纽西兰的鲑鱼吃起来比较弹牙，比较 Q 弹，那跟台湾吃到挪威鲑鱼。纽西兰的鲑鱼吃起来比较 Q 弹，比较弹牙，那跟台湾吃到的挪威鲑鱼吃起来不太一样，所以就是来体验一下不同口感的鲑鱼。那我觉得还蛮赞的啦，给它4颗星。Queenstown。